往后站一点点，我一定稍微补一下，等一下一起接受这个电子媒体的访问，大哥们辛苦了。Wendy 的这个人生的第一个签唱会，非常感谢大家来热情力挺。好，右边看一下大哥全方位的互动。好，右手边这边。好 ，Wendy 的这个。Wendy 先讲一下，今天是人生第一次签唱会，心情。我觉得我到现在还是有点紧张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可是看不出来你很紧张。真的吗？对啊，感觉蛮聪明。那我觉得以后你们会可能，因为我平常私底下有点，就是非常非常活泼，所以以后可能我真的不紧张的时候，就是要控制会。对。还好你今天表现得很，我也觉得你也没有很紧张哎。好。对。太好了。今天紧张的来源是不是因为要自弹自唱？对，因为我第一次。第一次在 ，OK， 这样子吗？第一次，我再大声一点。好，对，因为今天有做比较多不同的尝试吧。因为以前就是唱歌，然后跳舞，然后今天就是还要呼前辈巴掌，然后背台词，然后自弹自唱，像你说的，第一次带我的吉他出门这样，所以就有一点。紧张，但是真的很开心。自弹自唱的部分，维京也有涉猎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所以我知道自弹自唱其实是真的很困难的一件事情。但我觉得你刚刚表现很好啊，我在后台听我都觉得很好，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才华，然后有实力的一个新人。对，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来帮他加油打气一下。那今天Wendy主要就是跟维京来讨教一下演技的部分，对，因为维京自己是。影歌双栖，影歌双栖，还好啦，还好，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很不习惯他，上次我们有见过一次面，他就说违禁歌，违禁歌，我心里想谁是你哥啊？因为我自己的心态一直是我觉得我还很菜啦，所以我不会有那种我是谁的哥的感觉，但是因为他真的就比我小，然后加上他真的也是新人，所以但我看到他很多的地方，我都觉得其实我很多地方也是要跟他学习的。那戏剧这方面，我今天就是只是有一些小技巧可以小小的教教他，让他就是大家互相的玩乐一下，然后从玩乐中学习而已。很好玩。哦，很久哎，那在家里揣摩那个台词跟表情。对，因为演戏就是要这样，就是你要在家里对着镜子一直练啊。对对。可是我觉得他刚刚那个第一次在舞台上的表现，我觉得已经算 OK 了。对。歌手通常第一次办签唱会，其实都会担心是不是人潮的问题。那老板这一次是不是也提前给你心理建设？他有跟我说过他的故事，他说他第一次办签唱会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来，然后那个人就是他的经纪人。听说他也是就是很紧张，然后不能就是站在那边，但是他就因为他很喜欢闭着眼睛唱歌，所以他就闭着眼睛唱唱唱。他说他眼睛一睁开就好多人，好多那个大家就聚在那个怎么说台下嘛，就很多人来看他。对，所以我就是一直保持觉得我把我自己的部分做好，然后大家能够来支持就很开心，看多少人能来就来。刚有听到说就是维京入伍前最后一次公开，对对对，所以确定什么时候要。就是没有意外的话，下个月就是确定会入伍，对。然后这也是我入伍前做一个活动，所以就觉得也很开心，就是你们找我来这样子，跟你们一起玩，对。好，入伍前会紧张？不会紧张哎，就是完全是很放松的去面对这个事情。那剃头发的部分，你的朋友会帮你剃？剃头发的部分应该是最后才会给军中的阿姨剃吧，因为。直到当兵的前一刻，我还是会剃帅一点的平头，对。可是到军中真的才会剃那种很光很光的，对对对。为什么？哎，对不起。黑化的那个，平常两个人有在追剧，就演戏。我有开始追，但是最近比较少时间追。我看到第八集。也是蛮落后的。对。要播完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会追上，我会追上。这样不会怕被剧透吗？因为
上。其实我会很想，因为我知道最近比较没有时间追剧，所以我会上那个维基百科读，就是它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我还好哎、欸。因为中间我其实你知道它发生什么事情，但你不知道它中间是怎么发生，所以还是看的时候还是很过瘾。对啊，对大家都维尼，你之前演唱很多那个偶像剧的歌曲嘛，所以你之后接下来自己有打算想要进军演戏这一块？对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会希望可以进军，是这样讲吗？进军演戏这一块，进军，对。但是我可能要多对着镜子，就是练习，对，因为从来没有接触过，就是会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平常都容易这么湿。哦，我平常是一直都是这么湿。搭配今天的天气。对对对。因为我很怕热，然后加上今天其实服装其实就是我自找的啦，就是还穿外套来，所以就想说一定要跟对温妮搭起来是郎才女貌的感觉，所以还是要你知道，因为你们两个现在落差蛮大，还是我们像水鬼是不是？那鬼门开还是？我有留，我只是不会留在脸上，你好干哦，没有，我不会留在脸上。哦，对，好，这样很好，因为拍戏最怕遇到我这种，就是每个镜头一卡都要擦一遍这样子，那也很适合拍戏。好。好太好了 ，OK， 谢谢，谢谢，好啦，那不要拿好，因为这样不方便。对，那没关系，我们拍盒子就好，因为是一长条状的，我喝光。对，这样子吃不太好，可以吗？好来。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正前方这边，然后你们的右前方的大哥，这里右前方大哥来，拿礼物再拿低一点点给你，好，好，左边的大哥要不要看一下？哎，左边这边看一下哦，好，左边，好，可以吗？一个人吗？